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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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，赶紧啊！查录像，今天必须把这人揪出来。哎呀，我不给他查录像啊！这车是我锁的，拉倒吧！我有钥匙，你还整出把钥匙来？哎，我就不信这把钥匙能打开这把锁，你可真是的了，还整出一把，哎呀！哎，你锁他干啥呀？我们这个小区现在已经有新的规定，禁止共享单车进入我们的小区。刚才这哥们来，他特别着急，我就替他看了一会儿车。刚才又接到了一个临时的任务，你看我必须走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把这锁门的锁呀暂时锁上了一下，实在是对不起，给两位添麻烦。哎呀，那你早咋不说呢？就是啊，早我都没插进去话呀，你俩那说话跟高铁似的，嗖嗖嗖嗖，关键刚才你俩这情绪也太爆了。我怕我插完话之后，我现在就卷铺盖卷坐上回家的火车了，那陪伴我的就剩下诗还有远方了。哎呀，大哥你太幽默了，大哥，一场误会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妹儿，对不起了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骑走啊，我这有急事呢。哎，那你不能骑走啊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讲哈，我这是真有急事。我也有急事啊。就我那事儿肯定比你急，我不信。你啥急事儿？相亲呢、啊？不可能，不，我才是去相亲。老妹儿，你真是相亲，这事儿巧了啊！车放这儿吧，你也东拐东拐东拐，我多着急。六号楼的王阿姨买了两袋米，赶紧给扛一下，扛一下。收到收到，马上到马上到。我真来不及，我要迟到。别吵，好好说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老妹儿啊，你看我相一次亲不容易啊，你谦让一下我，行吗？大哥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国际惯例女士优先呢。老妹儿你吧就有点不通情达理，就你这样的一般找对象可能挺困难。那你如此的不懂怜香惜玉，那谁能愿意嫁给你呢？老妹儿你说话是不是有点过了呀？那你说话也没啥分寸呢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你、哎、我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你这样嫁不出去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这样还找不着对象呢。你这个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给评评理，就这车女士优先，是不是应该我骑走？那你先骑走。大哥你过来，这车是我大老远骑来的，你帮我看呢，他骑走你不白看了吗？啊，你说有道理是吧？哎呀，有啥道理呀、啊、我这等着相亲呢，这都耽误多长时间了，你迟到好吗？你相亲是吗？你跟对方先打个电话，我跟他说一下，让你骑走。我跟你讲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让骑走呗，你个大老爷们跟人计较这事干啥呀？别过来，别别别，别吱声。哎，哎，你好，是王大肚吧？哎呀，李小柔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碰着一男的特难缠，就跟我斤斤计较的。哎，我这边也是，我碰上一个可不讲理的女的了，这家伙说话咔咔的，玻璃都能给你干碎。哎。大度啊，你不能是这样的男的吧？哎，我老大度了，我哪能是那样的？哎，小柔，你不是那说话咔咔能把玻璃干碎那样的女人吧？我都不会大声说话啊，我平时我说话要一大声啊，我就咳嗽。听着了，听着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劝你一句啊，那女人吧都心软，你让着点她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柔吧、男人吧都好面子，你也说两句软话，要不然那老爷们儿，我跟你讲，你整急了人心削你啊。行行行啊，说软话，放心啊。好嘞，我这边我也男人点，大度点，你也放心啊。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我发现个秘密啊。哎，你俩，我跟你说，没你事儿。哥，刚才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啊。老妹儿，哎呀，大哥刚才也是有点不讲究哈。大哥，你相亲着急，那车你先骑走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你看你搞对象也是大事儿，你骑，你骑。老妹儿，你骑，你骑，你骑吧，我骑。我下班了，再见啊。谁让？骑了，你俩都不骑，那就我骑呗。谁说我俩不骑了呀？我俩骑不骑和你有啥关系、啊？有意思，这咋还冲我来了呢？大哥，我不是说你啊，刚才你要顺顺溜让我进去，还有这事儿没？你说，那你要不把车锁上，哪有这么多麻烦？这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一台车，你这还是不行啊。也是，你说你这么的，你俩呀、给对方先打个电话，
看看啊，不行，咱就换个地方，你别因为这一辆车耽误事儿啊。对，打个电话，赶紧打，赶紧打，赶紧打。哎呀，占线呢？不通。我再打，我看。我也在打。你别打了，你能接着我？真来电话了。喂。哎，你小柔啊？啊，是我，你是大度啊？王大度，我跟你讲，小柔啊，太不好意思了，我这边吧事儿特别麻烦，就是有这个。你是李小柔？是我，你是王大度吧？没错啊。小柔啊，你听我说哈，其实我平时我可大度了，我可爷们儿了，我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儿。其实我吧，我都不会大声说话，我一大声说话吧，我就咳嗽。我听着了，小柔，其实我就是早点想见到你，我这就事论事啊。我不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不想迟到吗？小柔，对不起啊。大度，没关系。你俩能把电话放下吗？我。